今天教你们六款绿豆红豆的神仙吃法。先来煮绿豆沙和红豆沙，养生壶里分别加入绿豆和红豆，再选择绿豆汤和红豆羹模式。快看，选择功能模式后自动开启搅拌功能，煮汁的过程也可以去忙其他事情，且放双手，最后再加入冰糖调味。哇塞，我也煮出绵密出沙的糖水啦。破壁机里分别加入绿豆沙和红豆羹，再加入适量冰块，根据口味加入炼乳调味。奶茶店老板有模有样来，选择冰沙功能打成绿豆冰和红豆冰，纵享丝滑。接下来就可以组装了，杯子里加入少许绿豆，倒入细腻绿豆冰，香甜丝滑，绿豆牛乳冰 get。绿豆牛乳满上，再加入绿豆沙和小丸子，也可以加入爱吃的水果。重点来了，浇上两圈淡奶，绿豆四果汤完成。红豆羹打底，再满上红豆冰沙，细腻丝滑的红豆椰椰完成，绝呀绝！第二杯细腻打底，灵魂椰浆20克，红豆羹丰富口感，满上红豆冰。夏天就要喝冰冰凉凉的红豆西米露啊，你酿红豆冰真的建议女孩子们都来学红豆冰你酿西米，这个组合给我锁住，香甜可口，姨妈期也能喝爱。红豆冰搭配桂花小丸子，糯叽叽的小丸子和丝滑红豆冰，这不比奶茶香吗？妥妥的出摊爆品呀，快叫你最好的朋友来学。 Kiss Kiss。